这都几点了？几点了？演员还没来。现在啊，找个好演员那真是太难了。这马上就要开拍了，演员呢？演员呢？哎，导演，在这儿呢。来了。哈哈。哎哎，你才来呢？让带的演员带来了没？带来了。这不在这儿呢吗？我让你给我找一小鲜肉，你怎么过去找一小野兽啊？导演，你别看他长得毛茸茸的啊，他可是表演系的在读研究生啊。在读啊？那怎么又读一遍呢？不是，是正在读。哦，来来来，导演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找的演员，这是咱们的导演啊。哎，你好嘞，导演好。太热情了，导演，你看我们都穿戴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你着什么急呀？你着什么急呀？我没着急，你比我还着急，像话吗？我不着急，听您安排。来来来来，不着急。知道了，你还有理了。咱们这个戏啊，是一部大型历史古装悬疑武侠奇幻剧啊，非常好。但是吧，这个剧本还没出来啊。没剧本啊，哥。别，不是你跟我说有，没剧本演不了。哎，别别别，你这什么演员？什么叫演不了？演得了，演得了，演得了。不是，导演，没剧本可以，大纲总有吧？对对对，大纲有没有？大纲啊，你等会儿啊，大纲有，大纲有大纲就行。没剧本真演不了。对对对，有大纲。那行。有。大哥，那我相信你啊。他大纲大纲来凑合用吧。你这是大桶，哥演不了。别别别，太不专业了。不是，这什么素质？什么呀？不会举一反三吗？行行行，都一样都一样。我批评批评他。你导演啊，你别生气啊。不专业。兄弟兄弟，别走别走，我真演不了。哥他太不是，你来都来了，咱演完再。别别别，兄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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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俩可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啊。你好好想想，咱俩小时候，你入学的新书包是谁帮你背的？你爱吃的三鲜馅的饺子是谁给你包的？雨中的花车伞那是谁给你打的？你好好想想。是我妈。对呀，那你帮帮我呗。我妈包的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，大哥？那我是说我也会包。兄弟兄弟，别着急，咱们演完再走，行不行？帮我一次，我就帮你一次啊，哥。好，导演，可以了、啊，准备好了，来吧，来。好了啊，来，先打五分钟啊。打五分钟？不是，导演，你设计一下动作呀，不然我怎么打？还设计什么呀？打打打打打打，导演让打，咱们就打，打打打的，没问题。哥，舞蹈戏不得。打打打打打。来，各部门准备了啊，3、2、1 ，Action。干什么呢？我让你俩打，你俩怎么还玩上音乐了呢？不是，我们要玩音乐，我比你们擅长啊！啊！哎！行行行行行行，导演导演，你赢了你赢了还不行吗？导演，这叫专业。好，懂吗？到底怎么着？您告诉我们就行。这演员怎么就这么笨呢？啊！你们随便说几句不就行了吗？即兴表演。对，没问题，咱即兴，好歹说点啊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说两句，说两句。来来来，导演，我们准备好了，来啊！哎，哥们准备了啊！3、2、1 ，Action！ 你是谁？你问问我手中的剑。剑不会说话。但他会杀人。那你是谁？问问我手中的剑。这剑不会说话，但他会杀人呢。那你是谁呢？问剑呢、啊？剑不会说话，他会杀人不就得了吗？你看我杀人行行行行，他是剑能行行行行行，干什么呢？啊，那车轱辘话来回说有意思吗？到底怎么演？行了啊，什么废话都不说了，直接给我开打，直接好不好？直接打省事啊，直接打。来啊，来来来，来一遍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 打啊打！加！跳！
还跳起来了呢。导演，哎呦喂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演了。导演，你们这是什么演员啊？就是不专业。啊、嘿，哎，哎，你看看，哎，哎，啊，剧本有了啊！哎，剧本有了，总算有剧本了。哎，是剧本说啊。你俩先打啊，打打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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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你给他投一暗器，哎呀，他受伤了，哎呀，这暗器有毒啊，你要死啊！死之前发现你俩是亲戚啊，哎呀，你又要去救他，给他刮骨疗伤丸。曲折，是不是？太精彩了，特别好，真棒！你俩酝酿酝酿啊，这段戏我们准备一下，快去快去啊，快快快快快，抓紧时间，多好呀，多好。这个忙我真帮不了了。哎呀，兄弟，我真帮不了，来不了这个。兄弟，现在有剧本了，怎么还不能演呢？这不是剧不剧本的事儿、啊。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是我笨啊，平时我也不聪明，对不对？你带着我玩，可是第一次表演，你跟我说过，咱们做演员得有原则，得有底线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什么呀？啊，哥，这不就没原则、没底线了吗？兄弟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懂。跟你说实话吧。我都半年没工作了，又再这么下去，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兄弟，你帮我忙行不行？你就演一回怎么了啊？喂喂喂，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啊，来啊，好，准备好了。各部门准备了，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今天我要为民除害。哎哎哎，躲开来！你得受伤。对呀、啊，受伤。我想了一下，我是武林高手啊，我躲开啊，曲折一点啊。怎么那么多废话呢？不行，你得受伤啊！再来一遍，导演别生气，快点，再来一遍啊！今天我要为民除害。嘿，哎，啊，哎，哎，好，哎，痛苦，哎，疼，哎呀呀呀，有毒啊，倒地，哎呀，想想斯坦尼，哎，好嘞，啊，痛苦，痛苦。非常好！今天你必死无疑。在我死之前，你告诉我的你的名字吧。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我爱谁谁随便。我是爱谁谁随便。啊，那你师傅是谁呀、啊？我师傅我你。我师父就是这位美女。胡说八道什么啊？她是我二姨。二姨，哎，你也来了，我表现怎么样？还可以啊。她是你二姨啊，又是我师父，要这么算的话，咱俩是兄弟呀、啊。兄弟啊，你怎么样啊？中毒了。没关系，这不有我在呢吗、啊、为你刮骨疗伤，你能得救。刮骨疗伤，导演，我没有刀啊。刀，哎，你有刀吗？刀没有，我就刀在这儿。快，菜刀啊！你将就着用吧，快点！兄弟，我为你刮骨疗伤。慢着，哥啊，你是刮骨还是剔骨？你带荷叶了吗？大酱啊啊，什么都带了吗？行了，兄弟，我将就一下，抓紧时间刮骨疗伤，刮！走，停下来，哥，我怕疼啊，疼、哎！这个时候植入一支酒的广告，酒啊，对，酒壮怂人胆。我去找酒，喝了酒你就不疼了啊！酒在这儿呢，红酒啊！广告！哎，兄弟，酒来了，来，哥啊！这个年代有红酒吗？对呀、啊，哪个国家产的呀？让你喝你就喝吧，听导演的，让你喝你就喝。对，兄弟，酒来了，喝了你就不疼了。来，来来来，上，喝一口，喝一口，来，哎。味儿太难喝了，哥，太难喝了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对着镜头说好喝啊！刮骨疗伤，喝红酒，好喝不上头。哎呀，停！哎呀，这俩演员太棒了！我跟你讲，你俩准火，真的不火天理难容，特别棒，真的现场观众都喜欢你们，太厉害了，真是。不是，哎呦我，导演，你真觉得好啊？好啊，没关系，兄弟，咱们演完了也不见得能有人看见啊。不是，什么叫没人看呢？这不都在这看着呢吗？他们看完得骂我们，骂，必须得骂，而且骂得越狠越好，这骂了你俩才能火呀。
下部戏啊，下部戏还有你俩啊，《西游记》题材的，孙悟空跳钢管舞，你演孙悟空，你演钢管。导演，你见过长胡子的钢管吗？不合适。也对，那孙悟空吃蟠桃，你演桃毛茸茸的总可以了吧？哎呦，导演，你要这么弄的话，我们俩可就不演了。什么？不演了？不演了？你说不演就不演啊？啊，翅膀长硬了是不是？不挣钱了？我挣钱呢，挣钱也不能胡编乱造啊，那不能糟蹋艺术啊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你还跟我谈艺术？我告诉你，你有机会糟蹋这艺术就不错了。你看看外面啊，有多少想糟蹋艺术都没这机会，还不演了？我给你俩最后一次机会，到底演不演？不演！好，不演桃是吧？哎，我自己演桃，嘿，不专业。哎，导演，导演，导演，哎，哥啊，我是不是又犯错了，哥？啊，你怪我吧，哥。哎、你后不后悔？我后什么悔？我后悔。其实你说的挺好的，做演员呢，得有底线。来，回家，今天高低吃这个三鲜馅的饺子。等会儿，哥。哎哎，你不说你没钱了吗？去哪儿吃饺子呀？我是没钱了，上你们家吃啊！哎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等等。看完这个小品之后呢，相信很多的朋友呢都跟我一样啊，有一个切身的体验。在这个社会的各行各业打拼的时候呢，节奏非常非常的快，有可能呢我们会被很多的东西所迷惑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回头去想一想，你是否已经变成了当初那个最讨厌的自己？是否还坚持着当初的那一份初心呢？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当中，我们总是会遇到很多人，遇到很多样的事情，同时也会得到很多，失去很多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有两样东西是我们一定不能够丢弃的，一个叫做理想，另一个是良心。好了，我们再整理一下心情，接下来去欣赏下一个汇报演出。